去向不能跑过的啊！他这一脸小明，二老官，侬要色相定啊，当心二娘子当分出公子。俺娘子冯月英是华府的管家婆，已经忙活过来的。再讲，月英哥俩的妹亚老头子爬到苏州去的，他一到苏州去。去跟表弟当儿郎，不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到这里来做什么？哦，阿爹啊，老头子，看你们鬼头鬼脑的样子，是不是又要去进秋香？是，哎，是一，怪不得秋香老远房间内，须发官过来者。去想啊，老太师为你做主，可以过来啦。小小的当八虎，是啊，阿伯爹，夫人此言差矣。当八虎本是奸王，卖命表在龙虎榜，抬高八头一品。
回房休息去吧，瓦房瓦屋，你们也回房去吧。是，夫人，瓦府要补充一名暖铺，不知怎么样了。榜文已经贴出，万夫人应召。林太师，外面有人接榜，要酒来当差。哦，说来就来，此人品相如何？书生打扮，相貌清秀。错是错，天马行空，看
堂上是王太师和太夫人。见过王太师、太夫人，罢了，起来为王。是，你叫什么名字？康轩。你是何方人士？今年几岁啦？姑苏人士，虚度寒食有三。康轩，我看你文绉绉的，想必知书识字。读过《诗经》《论语》《礼记》《春秋》。那我出一句长联，你对下联如何？康轩，愿意一试。石刻心思，是国是民是社稷。小生八十了将马，大漠上山，山河上月上秋星，太阳了啊！大漠是一个杯子，上面一个上，不就是一个山字吗？现在是金秋之节，上秋香最好吃的。哇，太赞了，好听爹娘智慧成熟，文中皆有一声，说呆了，哭毙了，真有男人味。好可爱呀，我什么时候才能追得上他？好累神啊，他的思想好多啊，有苏林峰风流倜傥，真是千年等一回。陈香姬，你动心了吧？不是我动心，是他等动了我少女的芳心。哦，陈香，我立场要坚定哦。华平姑姑，你要像他一样就好了。我要是欢喜，我就罢兵。老宽嘞，你是个读书人，为何来此卖身为奴？父神用兵啊！康轩本来平头女，和家小康自称女，谁知好进宫唱曲，上清水平一命。从此离乡群雨，隐隐孤单逃梁门，闻过寡妇遭奴仆，毛遂自荐青衫褛，真是命苦啊。看了有点苗头，老太是老夫人，这个炕头高老的书生，我困此时啊，一边蹊跷。正经的，书生要当差，何必做仆人呢？也是有理。即使他要做工，哪里不好去？为什么偏偏要把我们寡妇来呢？对。康轩。老太师，我看你不是做差人的了。好、老太师，这样吧，在你文人之力啊，料不无米之炊。是，哎呀，太师啊，康轩手中紫木啊中，前来此人我不在，官员华府你马走。这个小白来相君，这个书生自清玉，那在小勇自送情，即使老夫爱才心。东方在华府。Yeah.
我们把康兄留下来做伴奏是哦，留下来倒也无妨。不过康兄，老夫人，太子不分是规矩的，要条家规要。暖女柔柔不哭泣，一块木一个呀娃一朵花，身材窈窕大眼睛，这是我精心选进府中来，不用他人动歪脑筋，你要牢记此教训。夫人从全国各地进行挑选来的，你可不要。从今后就叫你王安吧。谢太师赐命。哦，王安请去即刻做工。慢，老爷新来的当差都要经过二娘子的面试，这是规矩。对，王安，你稍事休息，然后去见二娘子，如果通过就到书房为两位公子盘头。是瓦峰，你得瓦安下去。证明随我来。啊，哎呀，二娘子是我表姐冯有英，这两天为王太师求王陪我修手一番。冤家无灾呀，莫道我哎呀他这样来了来了，莫道我悲，我是一门心思跟你来，莫想庙堂里家。
错吧？生平某年，陈世芬，一君秋，一世相争，爱疼你。二娘子，坐牢面孔坐上，得起得来。得起得来。知道啊，你以为杀这句这句话，传见二娘子起来吧，快起来。哦哦，你也欲进帐？再叫你往日理不对，今朝弄是自讨苦。白骨若影，听我说，当初去话是我错，恳求表姐原谅我。来日报应要从头做，好端端书生不去做，卖身为奴不抢为祸，一代名声传出去，从此世人记笑骂。哇王府，你身为奴，本是我爱，我是不怕。
你就自生自灭吧。我的娃嘛，好手好姐姐，帮帮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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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哎，帮帮忙，帮帮忙！我警告你，哎呦，不要鱼色间谍。这娃夫谁闹出什么风流官司？休怪我无情！哎哎哎，外母快滚！我要报警杀夫人！娃儿滚出这个房间，却留在了太师府，什么意思嘛？我看他人玩到斯文，你再考验考验他嘛。骗我啊！哎呀，这次不骗你了。
你快走吧。咱们去想明早夜里想儿啊走去走去去想让我起来。请问大爷，我们
们可是初次见面啊。见死也没见过。既然是初次见面，那么现在见你还不迟啊。哎呦，你比我为官爱我吗？王恩开见大爷。免了。哦，二爷来了，快去见礼。开见二爷。啊，晚礼，晚礼。二老官，那晚礼做啥？哦哟，农具发动了吧？这叫见礼，晚晚晚晚晚礼。丞相意味是何？一是苏东瓦翁。哦，不一转别一嘞。哎，别多多。哈哈，这马相倒蛮好，咋来咋绿的我个面孔？哇哦，干嘛侬为做啥个事体呀？啊，玉帝为做，玉帝不为做。干嘛啥个不为做？端茶送水，不为；扫地扛灰，不为。摊上铺皮的嘛，阿伯喂，阿伯喂，出来！哎呀，这倒不要你们操心。哎呦，幸亏喂出来，不如要磨死他的。干嘛侬做过的啥事体呀？十年观察，金秀文章。啥叫金秀文章？多老怪。我看一个这面孔是要吃肉吞香。二老哥言之有理，面孔长得漂亮，当心你吃肉吞香。哎，当心吃香。对对，当心吃香。多谢。见过二位公子。哎呦，来个是麦香，不是吃香。太师爷叫我来送今朝的功课。啥个功课？瓦坟瓦屋每生写长风诗一首。嗯，二老官，啥个叫长风诗啊？长风诗嘛，就是封长诗啊。侬搿句闲话想放屁呀、啊？不讲个嘛。长风诗嘛，就是描写风的韵味。爽儿四句诗里面不可测也，一个风诗。可是要不就是写一个哎，梅香，哎，梅香，哎，我一直来不及，还好看书的。太师爷说，明天晚上每单定生月时，必须叫绝。好了，我醉了。我醉了。高雅丽必须叫绝。高雅丽叫绝。我要逼出人性命来这个呀。我要逼出人性命来这个呀。高雅丽叫绝，明天高雅丽去。去。去啥？老爷实在去，可真心为难了。哎，哎呀，明朝衙里教训可是比这人心。啊，我倒想起来的，明夜三更，曲香要我在满大丁香围。老爷要是进入文章通不过，搞到个七更八更，那能办？哎呀，哎呀，走不成。哎呦，来不及。哎呀，玉三，你帮帮忙嘛！大老官，二老官，三老官啊！金雪文章，请侬发到相府。应该讲走到台边，讲错的是走到台边。三老官，哎，三老官呀，三老呀，三老官，哎，三老官，我老官先来，去，三老官。明天三更雨。
头啊是各种事情哟保密刚才没有错字你让我把曾经的虚像要我嘲讽死三老公能我生气听我与你的仔细没但令人为求想聚在明年三更啊子哎呀我都刚出来的怎么明年三更牡丹亭去向花样了你呀难道我要你呀做梦没有没有干嘛说到的当然招牌哎呦三老婆那是我爹爹亲亲的阿姑阿弟不能去多别嘞好好去吧去吧你莫管有桩好事情，就在明年三更时，又是三更，阿老不亲把真情言，明年三更有何事？去向关照顾，不好讲出来的。那么去相关照你什么事情是不好讲的呢是好讲的事情吗去明夜三更牡丹亭他要与我诉相思我哪能都讲出来从一个当子去相去相都差别让你的当吧
陈星。哎呀，侬哪能像一只魔王盯牢我不放？陈星啊，自从我换金夫来，你对我不离又不睬，光说欢笑却没你玩什么啊？像魔王盯牢你不放开，陈星啊，我的心。转身，陈星，哎，陈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叫你等待。你等待的不是陈星，是秦墨。哎，我太师到。飞扬远退之秋叶白头才是少。写的是无锡风格，此次有风而居居无风。确定有进步。我个说长风是万有灵光，请亚老头子批点。长江畔里起波涛，卷起千家卧草帽，请为求计当空虎，金沙
三十里他领药。哎呀呀，这一首七魄塔孤船更好啊啊啊，如此可交也。四次娘胎我第一次看到这只面孔，总算讨一欢喜的。奇怪了，哎呦，要出货的嘞。两个娘子深情欲对，怎么一下子就开窍了？阿伯爹啊，长风是没看过的，俺还是去吃老酒赏月亮吧。对对对，吃老酒赏月好吗？不好！你们看这两收拾的世界，分明是请别人来洗。哎哟，天地良心，阿伯爹啊，这是请娃娃操心，是得操，不是得想。万不与我从实招来，王斌，拿家伙来。是。哎呀呀，不要打，女人走，女人走。是娃娃得走，传娃娃，传娃娃。经过瓦太师，瓦恩，你太主公可哄骗老夫，该当何罪？小生该死。这因二位公子整天愁眉苦脸，我怕他们惹着故孩太病。不过嘛，你身为庶通，竟有如此才药，是你不才。起来。是。两个不孝之子已经气走了几位教授先生，瓦恩，从今后你就是他们的先生。谢太师的吧。瓦峰，在你去瓦恩安排一个当人房间，我是解释房。多谢老太师。瓦文瓦武，快来见过先生。啊，见过三老夫。见过三老夫子。三老夫子，老太师回房歇歇去吧。哎呀，上月上车一宝气，回房送老太师。跟在我还有点事体先走走啊，去吧去吧。我还有点事体，明早回哦。去吧去吧，明早回。好戏呀，就要开场了。香菜
下，侬要早去早回啊！咕咕，打打打打打打。哎呦，哎呦，玲玲个，哎呦，关闭众门，禁止男女往来，听见了吗？是。唉，气死我这！丞相，丞相，他又是个传子。丞相，
难道他就没有打动你吗？你知道什么叫做关心？你说什么是关心？就是啊，眼睛里到心里的东西。必须有好男人的味道。
十斤，七娘都得么着？哎，七香姐，大家都讲了，你怎么不表态呀？我看你们呐，脑筋里都进水了。好农村在那里，我们是找不到的。啊？那么我是要回乡去了。公子真，朝我年天真理真，谁为真？谁知晓朝风沙的麻烦真？生意们何曾把理你真？我连起嬉皮笑脸心不真。总算是殷勤心把美举真，恰原来十八毛天他要面目真，乱臣对我不是真，我看乱臣面目真，此生也把罗网真，为情不可太真。其实啊，不把自己当真。他第一次不说的，你不要啊哦，我要。哎呀，刚才大家都讲过了，那个娃娃啊，还不会把马娃子的表真呢。既要漂亮，又要有钱，有房子，又要有功名，还要有女人细胞，这样十全十美的卵子到哪里去找呀？是啊，到哪里去找啊？
我会休息呀。我乃西方大师，为生两家发心，秋夜一旦遭凶机，相中必胜再续。
棉花布，三叶来披成彩堂，那声音梦魂千草回不去，竟不是把三小园语心已思量，莫非我当初已经曾忠心，心里开重复不留成长，难道生一朝配错药，十年他今生把鸡穿堂错怪了真心郎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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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丞相，来此何事啊？一定要有事，再允许我来吗？欢迎欢迎！啊，丞相的，有事快说吧。我爱姑姑。关心，丞相，你快回去吧。哎呀，回去吧。王姑姑，哎呀，王姑姑，你怎么了？好像身体不好。外包小样，不必介意。哎呀，快坐下。你快回去吧。王姑姑，哎呀，快坐下，快坐下。
丞相，你快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咦，这瓦中之人好似面熟。哦，新病毒呀，丞相弟，你不要困错了啊！哎，王公公坐完。总门紧闭，佛娘痛孤，相思曲香，心心的难顾。啊，好位公子来了。嗯，我送来了这个月的纸币银子。哎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嗯。哎，侬乖乖说些做啥？咦？可上面画的蛮像一个人，曲香，好啊！你尽管死挖曲香，居心不良，你胆子不小啊！侬别想调戏两家姑娘啊！侬，告诉我老婆去啊！去摘了，你忘记你实际是病人了？来来来，快坐下啊！快坐下，快坐下！哎，你看，汗都出来了，我帮你看啊！啊，好不不不，老爷走路不轻啊！宝贝了，宝贝了，宝贝了，蛮开心嘛！啊，不必了，不必了啊！牙关小将特别脸变哦，王太夫人想他，王太夫人想他，太夫人，王太夫人想他。啊！哇哦！你是一个好的根，陪我去相同不生，太夫人本事气满。不知才万何调，当当太师府的丫鬟，岂是你才变的娃的吗？我徐将军，听见了吗？老娘一日想千牛退下，拉哈木相瞅，天我娘！你老实交代，通过去相吗？王夫人，娃儿冤枉啊，娃儿。连曲香的一根手指都没有碰过啊！一旦不可以碰，连香也不可以香。这真是你画的吗？是我画的。我问你好大的胆！老夫人，当初同你撒旦听，撒旦听，堂堂家规不可欺。
去不去？我凭我父与母去家访。啊！你那小莲花，文娘你个亲，老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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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正当立山魂，老夫人，哎呀，老夫人，哇哦！小姑娘都不能一大堆胡的吃罪，哼，侬凭啥指使我？侬凭啥去嚣张？与我打！你们都什么？哎呀，夫人，这是一副唐娃。哎呦，唐娃，唐伯虎的娃，唐伯虎在哪里呀？太夫人，娃儿就是我的表弟唐英啊。是真的？哎呀，我被搞糊涂了。哎呀呀！唐伯虎了，你是想亲就亲啊？还不与我光要下去？啥意思？快点下去，三老爷生气。滚！哎呀，老太要发怒去！哎呦，你们快点，还不好等老爷，谁家要去一点？哎呦，哎呦，金月公啊！我瓦红山有因不是太上，在此被贼了。报官大，报官大啊！金月公受惊了，报官大受惊了，报官大，报官大。金月公，你因何至此啊？我为秋夕呀，秋夕呀，你留下来照顾金月公。莫大是我此，莫大我得，我是一门心思跟你结来，是将你骚动。去向啊，我何曾瞒骗过你呀？去向不知，冒犯了。去向Thank you.
当阴天真才错动可靠早把昂成去度忠孝告辞要如何求一女君三笑、啊啊啊、暖我心房暖我心房深情诉我为你一路跟踪金华府低声下气一人为奴我为你争风切磋召集恩恩滚棒之下啊受其福撇人福建且有他啊随之你去向夜来心意浓浓秋香啊，多情未必非君子，心若是何不丈夫？可怜我千句万句，万句千句，怎奈句句不懂秋香啊。相思苦，哦，相思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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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错事。
曾猜臣服了臣心，此心焦。堂兄啊，你偏在朕才难得，知不知我回恩交加来讨讨？曲仙。曲仙，从今后呀，我与你红许天下，亲来君恩，此心来把此心。夫人，
倘因看不见他们的面孔，怎能保证地中取香？这岂不是要乱点鸳鸯谱？那么万劫，哎，千万不要点中成香。是啊，华府丫头们个个是太夫人从全国各个地精心挑选出来的，长短么差不多，但凭身材难免高丑。哎呀，夫人啊，你怎能临时出花头？这个规定太苛刻了，不作数。要是侬不答应，那么今朝点取香的活动，取香啊，取香，哎，怎么可以啊？哎呀，我到里面去布置，等一些锣鼓响起来，侬去宣布开店。哎，老夫人，老夫人，你快点。哎，老夫人，哎，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哎呀，哎，老，哎呀，哎呀，金云公啊，你要是点错了，可不要怪我啊！金云公，你眼睛擦擦亮，千万不要点错、哎，你再仔细想一想。眼睛擦擦亮。点吧，开Thank you.
我就话死亡了。你们一个一个的过来，弟弟，你要仔细了。千千牛身恰不是去向，你是梅香。哎呀，下一位。且慢，我在殿中，此人必将冒犯天爷，此话怎讲？老太师，此人是个家去乡，家长给办立得好家。失去心的哟，太羡慕穷啊奔忙，生病他机关算尽手法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话一次次作为明白了，他就是寡妇牙关中家的老兄。你这段是太激动了，奇怪了，这些恶段胡子长得也是奇，又是不可面孔啊，许是我也很难分辨。当不乎，莫非你有得意功能？老夫人，他们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我王家的眼睛啊。怪不得眼睛干动，我母要是去向名花玉子，那位公子虽为水仙庙，你要替小母擦香啊。老头子，若应啊，我不是为了你们哦。多谢夫人，多谢伯伯。我是一
玉溪秋香。莫笑我无语，莫笑我狂。做奴。